成文横尸箱定制模式更改为程序模式。首先是在仪器停止的状态下，长按 SET 键，显示 LC 松开，摁向上的箭头输入密码9，再单击 SET 键，把 U1 的值调为2，再长按 SET 键退出。举例说明，段数为5，周期为3，长按 SET 键，显示 LC 松开，输入密码3，再单击 SET 键。 PRO 指的是段数，可以通过增加减小来调节，再单击 SET 键。这里是周期，就是循环的意思，也是通过增加减小键来调节。调整完成后，长按 SET 键确认退出。设置方法，单击 SET 键，第一段设置，再单击，这里是设置定时时间，再单击 SET 键。设置温度，通过移位键增加减小来进行设置，再单击 SET 键设置湿度，然后再单击 SET 键，把这里的值改为2，就是设置第二段，还是同样的操作，这样设置。5段设置完成后，这里保持闪烁的时候，长按 SET 键退出，然后再摁一下启动键，这样就可以了。